我们看一下这题目，给了两个二阶方阵，将它定义了两个平面变换，这 A 和 B。第一小题是分别说出它们的几何意涵。第二小题，下列选项哪些是正确的？首先，我们看第一小题，是分别说出它们的几何意涵。好，那么我们回答，这 A 呢是以 x 轴为对称轴做径色的这径色变换。那么 B 呢是转角60度的旋转，这旋转变换。我们回答是一个答案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第二小题，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？好，那么这是多选题。首先我们看 A 的选项。A 乘以 B 等于 B 乘以 A。那么这应该是不正确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计算这 A 乘以 B。那么这是用这100-1去乘以，这是1/2，然后这是2/3，然后这里是-2/3，然后这里是1/2。那么这相乘结果呢，我们会得到这是1/2，然后这里是-2/3，然后这里会是-2/3，然后这里会是-2/1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计算这 B 乘以 A。那么这时候这是用1/2, 2/3，然后这里是-2/3，这1/2去乘以，这是100-1。那么经过计算，我们可以算出这是1/2，然后这是2/3，然后这里是2/3，然后这里是-2/1，所以这是不相等的。因此呢 ，A 乘以 B 是不等于这 B 乘以 A， 所以 A 选项是错误的。好，这我们划掉。接着我们看 B 的选项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B 的选项 ，A 平方乘以 B 等于 B 乘以 A 平方。那么，因为 A 平方呢是用这100-1去乘以，就是100-1。那经过计算，我们可以算出这等于这是1001，那么这是等于 i， 单位方阵。因此呢，这 a 平方乘以 b 就是等于 i 去乘以 b， 那这会等于 b。而 b 乘以 a 平方，这是 b 去乘以 i， 那么这也是等于 b。所以这 A 平方乘以 B 是等于 B 乘以 A 平方，因此呢 B 选项是正确的，这里我们要打勾。接着我们看 C 的选项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C 的选项 A 的11次方乘以 B 的3次方是等于 B 的6次方乘以 A 的5次方。那我们来看正不正确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 A 平方是等于 I， 所以这 A 的偶数次方我们会得到这是 I， 那么 A 的奇数次方我们会得到这是 A， 那么这时候 B 的3次方我们经过计算可以算出，这 B 的3次方是-10，-0，-1。好，那由这里我们又可以算出，这 B 的6次方是 B 的3次方乘以 B 的3次方，我们可以算出，这是
01，那么这是等于 i， 单位方阵。所以呢，这等号左边，这 a 的11次方乘以 b 的3次方，那么这是等于 a 的11次方就是 a， 所以我们是用 a 去乘以 b 的3次方，因此呢，这是等于，这是10-1去乘以 b 的3次方，这是-10-1。那么这相乘的结果，这里呢我们可以算出，这等于，这是-10然后01，这个答案。那么然后右边这里是 b 的6次方去乘以 a 的5次方，那么 b 的6次方我们算出这是 i， 那 a 的5次方这是奇数，所以呢我们得到这是 a， 所以呢我们得到是 a， 也就是这是10-1，这个答案。那跟这个答案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回答这 a 的11次方乘以 b 的3次方是不等于这 b 的6次方去乘以 a 的5次方，因此 C 选项是错误的，我们不能选。接着我们看 D 这选项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D 这选项 A 乘以 B 的12次方是等于 A 的7次方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因为我们知道 B 的6次方是等于 I， 所以这 B 的12次方，这是 B 的6次方乘以 B 的6次方，那么是 I 乘以 I， 这也是 I， 所以这 A 乘以b 的12次方就是等于 a 乘以 i， 那么这是等于 a。 那因为这 a 的7次方，这7是奇数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等于 a， 所以呢这 a 乘以 b 的12次方就是等于 a 的7次方，这两个相等，所以这是正确的，因此呢 D 选项正确，我们要选。好，接着我们看 E 的选项，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。 E 的选项 A 乘以 B 乘以 A 括号的15次方是不是等于 A 乘以 B 的15次方乘以 A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正不正确。首先呢我们先看 A 乘以 B 乘以 A取平方，那么这是 a 乘以 b 乘以 a 再去乘以这 a 乘以 b 乘以 a。 好，那么因为这 a 乘以 a 是 a 平方，那么这是等于 i，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 a 乘以 b， 那这里呢得到是 i， 好，那这里是乘以 b 再乘以 a，所以这时候这 b 乘以 i 是 b， 那么再跟 b 相乘，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化为这是 b 平方，因此我们会看到这是 a 乘以 b 平方乘以 a。 那这时候好像是把这平方拿到里面去一样。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a 乘以 b 乘以 a 的三次方，那么这是 a 乘以 b 乘以 a 的平方再去乘以 a 乘以 b 乘以 a， 那这里呢我们换成是 a 乘以 b 平方乘以 a， 所以这是 a 乘以 b 平方乘以 a 再去乘以这是 a 乘以 b 乘以 a。 好，那这时候同理，这里呢 a 乘以 a，好，我们会得到这个是 i，
所以这是等于，这是 a 乘以 b 平方乘以 i 再乘以 b 再乘以 a。所以这时候 b 平方乘以 i 乘以 b， 好，这里我们得到这相乘是 b 平方，那乘以 b 呢是 b 三次方，因此我们得到结果，这一样是 a 乘以再变成 b 三次方，然后再去乘以 a。所以呢，我们依此类推，都在做同样的操作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 a 乘以 b 乘以 a 括号的15次方。那么这会等于好像把这次方拿到 b 好的次方一样，所以这是 a 乘以 b 的15次方再乘以 a， 好，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，因此 E 选项是正确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题呢， b 是正确的， d 是正确的，以及 E 是正确的，我们这题答案要回答 B、D、E， 这个答案